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家宝的中国政治一分钟小课堂时间。那么本期我们来讲一下，在中国学习到底有没有用呢？答案是没有。为什么没有用呢？因为你看习近平都不学习的嘛，习近平不学习照样可以在中国登顶大位，对不对啊，同学们？好，那么本期的家宝中国政治小课堂就到这里，大家下期再见，拜。